你去了没事找你喊个摩托回来干嘛？哎呦，爸，你不懂，这可是蔬菜中的劳斯莱斯，野菜中的爱马仕。哎呀，我活得几十岁，还没再见过一身毛的东西能吃。我也没有吃过，大伯家门口有一棵，他嫌它挡路就砍了。你等着坐下歇歇，古怪的东西，等它做的好不好吃，好吃你给你大伯赏点去。好。 生抽、蚝油、鸡精、番红辣椒。爸，吃饭啦！啊，拿了。嗯，你这竹子心比那鸡还好吃啊。嗯，还不错，跟笋一样，但是又比笋脆一点哦。那么大一块肉，你给大伯送进去啊？这个只能杀了心，全部在这里。啊？用那么大手就这几片啊？真棒不啦？<笑>